小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的宇宙超人奥特曼还有怪兽加恩库要跟小朋友们玩一个小游戏。先看看我们的宇宙超人，他是一个铜片超人，他能变成一个桶，桶缩进去了，盖上盖子，奥特曼桶，一个红色的桶，再把它变成奥特曼，变形很简单，很好玩。哇哦，他的手臂开关在后面，这个按钮。这只胳膊。好了。再看看我们的怪兽加恩库。加恩库有三只眼睛，好可怕啊。他的手臂呢，能活动。身体也能活动哦。好了，游戏开始咯，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哦。这就是我们的玩具拉车的小马驹，里面有一个骰子。说一下游戏规则，奥特曼和怪兽轮流掷骰子，根据骰子上面的提示往车车里面放木桶或者稻草，如果马车翻了就输喽，把马车和小马驹固定好。游戏开始了，先从奥特曼开始捡两个。现在马车里面任何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呢？那就不用捡喽，怪兽捡一个，不用啦，奥特曼又是捡一个。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往马车里面加或者减任意的木桶或者稻草数量。任意的数量加进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哇，翻了。奥特曼说，把玩具装好，继续游戏。这次加恩库先掷骰子，放两个，小心一点哦，千万不要翻哦。奥特曼捡一个，怪兽加一个，奥特曼捡一个，怪兽过关，哦，就是跳过的意思。奥特曼跳过，加恩库又跳过，奥特曼捡两个，只能捡一个啦。加恩库加两个，奥特曼捡一个，怪兽捡两个，只能捡一个，奥特曼捡两个，不用捡哦。跳过，怪兽跳过，奥特曼加两个。啊，好紧张啊，不要翻喽，马车非常容易翻的。怪兽加进去吧，一二三四五啊，
怪兽输了。装好玩具，这一次轮到奥特曼掷骰子了。捡一个，马车里面没有货物，所以不用捡。两个加音库，加两个奥特曼，捡两个，哇，空空的啦。怪兽捡两个，奥特曼捡两个，车车里面空空的，就不用捡了。怪兽加两个，奥特曼捡两个，怪兽加两个，奥特曼捡两个，哇，比赛好激烈啊！怪兽捡一个，奥特曼添加，一、二、三、四、五、六，哇，翻了！奥特曼又输了。接下来轮到加音库掷骰子，任意加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全部加上去了，加音库输啦。好啦，小朋友们，游戏到这儿就结束咯。奥特曼呢输了两次，加音库也输了两次，平局。好啦，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和奥特曼一起玩游戏咯，拜拜。